大家晚上好，我是音乐。看到我们今天这么大一个阵仗，就知道我们最近干了什么蠢事。那病灶我们已经开抽了嘛？对啊。那其实我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已经有开箱。对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是有 A 场跟最后场。嗯，对。对，那其他的呢？被小伙伴分掉，怎么可能是我们两个人包这一套啊？太贵了，太贵了啊！我们穷跟狗一样啊，旺旺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是五个人包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分完之后，东西剩的东西都要剩，嗯嗯，然后包括我们的签纸，还有这个海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嗯，全部在店面看得到的东西，对，全部在店面上才看得到的东西，还有这个。然后看起来好爽，第一次在家里看到这种东西。然后还有抽签纸，这也是在店面才看到的东西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都市传说，我们要验证。嗯，一番厂里面有一个都市传说说，日本在配置的时候好像会有好几个抽奖配置。嗯，对，那其中一个是网友跟我说，然后我朋友又这样跟我讲。过去验证，嗯，我们把一般场的这个摊开，这样子，然后它从左到右总共会有八个，对，然后听说这样一排，起码会有一个大奖，哦，对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都市传说验证，因为这个东西通常都是放在这个前面的盒子嘛，嗯，都放在这个盒子里面，对，给大家去抽啊，所以一般来说会这样抽的人不多，不多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试看看，嗯。然后也不只有四而已啊，嗯、你只光四怎么好玩、嗯？我们今天有六个奖，有六个玩偶大奖，二三四五七八，还有八个，一定会有两排是没有东西的。哦，了解，所以就是八个中有两个会没有中。对，那我们今天 PK 好，然后我们大奖混一起就好。好，我们六个都当大奖，我们要么平手，要么就有人输，输的那个请晚餐。好，晚餐吃什么？胡萝卜，这种话你讲得出来？当然喽。不然我们输的啦，明天中午去吃牛角。好，输的请客。好，你要拿几排？一个人四排。一个人四排。对，这两排。嗯，一二。一二。四五。一二四五。嗯，好，那其他是我的，那你先猜。好，你把一二四五拆掉，然后我们全部打开这样子。从第一排开始，我第一张就 A 赏，低赏，第三是低赏哎，哇，低赏是吗？是啊，猴子啊，垃圾，你才垃圾嘞，干，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危险？不会。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危险？不会不会，B赏哎，哎，你怎么为什么？哦，我没有啦，D赏是那个啦，D赏是那个磁铁啦。哎，所以不是嘛？对。哎，父，哎，我紧张了一下。G， 你抽完一盘了？对。哎，父，会不会 A 赏到这边啊？不好说，低赏磁铁。A 赏，没关系，我们同大奖。对啊，也是啊，再来一张 A。嗯，这样都市传说就被破解了。不可能。我要烟，我要烟牌，还没有问题。我口脸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你是一嘛？对，第一排没有一个 A。对，你的第一排没有一个 A。你的第三排。我的第三排没有一个 B。嗯。垃圾。这个 A 都到这里了。干。G。垃圾。
你拉到 G， 你再拉到 G， D， F， E， F， E， F， 哎，看我剩最后一张嘞，你怎么抽那么快？干，我这个没有哎、欸，啊，你没有什么 ？F， 我。没有，现在还不用紧张，因为都市传说还没有过，因为有两张有两牌，有两牌是没有，所以你那牌没有，那我们就平手。没有，我还没抽完呢，好事多磨，都要慢慢来啊。老师，我还没发过而已。大军，我想在这里当大爷。还有两张，三张，哎，两张 D 耶，我是两张 D 啊。该不会我这套也没有吧？最后一张了，BGM 请下。啊，这个也没有。谢谢耶稣。哎，那其实那这样我们就是平手了啊。哎，那这样就是平手啊。好，不然好加码，谁比较多 A 嘛？谁加码？谁比较多 A 嘛？比较多 A。如果等一下你抽到 C， 我们就是平手。那如果我抽到 C， 我就输了。你抽到 C，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一个 B 了，然后你有一个 A 嘛。哦，对，如果你抽到 C， 你就输了。好，我们改啊，我们现在改，我们各剩两排，我们现在改，然后看谁比较多 A。好，输了请吃卤肉饭。好。他不是说要吃豆浆吗？没有啊。嗯，没有。嗯，我没讲过这种话。做人怎么可以不诚信呢？我诚信过。好。好，开始哦！开始哦！天选之人不解释。好了，我们哎、欸，我们那个这局可以结束。我抽到 C， 然后我又抽到 B， 干嘛了？然后我 A 场就最少了，然后我就输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不录了，不录了。啊，我们还是要把它做完嘛。不然就。开开看嘛，对不对？说不定我这里面有两个啊，我们怎么可以轻言放弃呢？两个 A 吗？两个大奖啊，对不对？不能轻言放弃，我们是永不放弃的男人。那个麻烦一下，这边特效再帮我加一下。干GG耶！噔噔噔噔，GG耶！结果你这个又打开是 A 这样，怎么可能？不一定啊，说不定我做一套有两个 A。哎、欸，所以我这一套一只 A， 两只 A。嗯，我一个。所以代表说这两个都要各一个 A， 或者是有一套是好都是 A。好。所以你还要赌什么吗？没有。明天输两餐牛角喽。我老爸说赢要输，输要说。我已经输了，所以我要说。好，一样嘛，开完。来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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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一个 A 了，有一个 A 了，有一个 A 了。抽到现在终于出现一个 A 了。哎，有一个 A， 有一个 A。我感觉吓到了。应该差不多了。F。G。我剩最后一张。你怎么说？你怎么看那么快？你这么想要结束这个计划吗？我很想要赶快结束这回合。慢慢来，好事要多磨。好了，所以最后一张 A 到我这里了。哦，这是最后一个 E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来看，我们刚刚讲的每一排面都会有一个大奖，对，是成功的。对，对，我们这个企划是成功的。那再来是说，因为我们猜过每一排，我有另一个发现，嗯，每一排都会有三个 G。配率是一样的，对，三个 F， 然后没有大奖的那一套会有两个 D，
它的配乐还算是蛮正常的，蛮正常的啦，对啦，不会说有奇怪的地方、啊、只是我的手气是不怎么正常，就叫你平时多拜拜烧香了。我有拜拜啊。拜谁？我拜公主莲姐。拜公主莲姐吗？真香，真香，真香。好，哎、欸，赢家有没有什么得奖感言啊？爽啊！我以为你是要说那个，我很感谢我爸妈把我生出来了，然后让我赢了这两关。有病就该吃药。那这次的独自原生图书就是很棒。那我之后再去查别的都市传说。对，然后如果有机会再爆炮的话，我们再验证一次。因为他们是说有三种配置方法，我们可能刚好是蒙到了其中一种。我想说，你说要验证其他都市传说，那我们之后就是去冒险了。不是，大家是练。好，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，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可以开启小铃铛跟点赞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。有想看我们拍什么东西，可以在留言板底下留言。我是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